How much is one croissant there? Like a euro 60, two I really euros? don't know. Fred? Like I a don't. fair croissant here would be like 160 to Yes, two euros. yes. What would you consider like an overpriced croissant? 3 euros? Yes. 3 euros like too much? Yes, Okay, it's too okay. much. 早安，巴黎第二天。我刚刚有跟我们的房东 Homan 问了一下，在民宿附近他自己会去买的面包店。因为我有听说，在巴黎的面包店好像有很多他们卖的可能不是现烤的 ，locals 会去的才是那种真的会现烤最好吃又不会太贵的面包店。他跟我推荐了一个，然后离民宿距离10分钟，走过去看看。我们来吃在法国的第一个 croissant。往这边走，在这里，对，到了这家小店 ，Pâtisserie。哇，好华丽的一家店哦。好香哦，那我就买个可颂试试看。Bonjour. Je vais prendre un croissant et un pain au chocolat. Ok. Croissant au chocolat. Oui. Merci. 在巴黎的第一份可颂。Bonjour. Un tap pour toi. Comme vous voulez. Ici, là, là-bas. 在旁边的咖啡厅。点个咖啡，在这里边喝咖啡吃垮送，然后做一个法国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叫做 people watching， 就是看路人。Oui, je prends café bio recette et café non. Non, allez. 对，法国点美式，这边蛮常会有人路过的，会观察大家。他说是要用有一个 pull test， 要拉他。嗯。绵密，它奶油的香味很明显，然后里面很蓬松，这个垮送这么大一个，1.6块，你果然是这边的日常食物。巧克力面包。这个1.8块，我觉得这个就比较还好哎，它蓬松度是有，然后里面有巧克力，但是它就没有可颂那么脆。我今天已经被两个就坐在这个餐厅旁边 ，random 的法国人讲 bonjour， 我觉得这边人蛮友善的啊。然后看到不知道哎，是觉得我是观光客吗？然后我就回他 bonjour。这边也有 Venti 哎，大家还记得这个吗 ？Venti 意大利的那个 gelato。我们稍微看一下里面的价格，觉得gelato小的是4.8欧，比意大利贵很多哎。好，今天的行程呢是我刚吃完早餐了嘛，待会要跟 Hook 在商兵院会合，要拍的是他的拿破仑系列，所以商兵院，然后再来会跑到万神殿，然后还会再跑到一个什么公园吧。车子来了，但是没有开门。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就在这里等。而且为什么车内这么暗呢、啊？又是一个没有开灯的捷运。不知道现在是发生什么事。他停在这边要2分钟了，又没有动，没有开门。哦，亮起来了，亮起来了。他大概在这里已经卡了5分钟了吧。哦，他走了，我还没有上到车啊！这边的人都没上到车。哦，开了，开了，开了。哦，他刚刚是车子还没有完全进站，是怎么样？是停电吗？还是刚车子等于是没有到正确月台的位置？到了商兵院。OK， 这边每一个捷运站的入口、出口的设计，那个机器都不太一样。这边的这个捷运真的是蛮多且复杂。我刚刚也是从这边，然后搭了两班吧，有转车，然后现在我在这里，在这一区。我觉得巴黎的特色真的就是树超级多，不管是从哪一个捷运站出来，第一幕看到的画面里面一定会有一棵树。好、哦，这个就是了，商兵院，拿破仑之墓就在这边。哇，这个也是好漂亮，上面整个屋顶都镀金啊。
伤兵院直接面对的也是这种有点像香榭大道，就是两排树，然后非常非常大的这种 boulevard。 我来法国之前有看了一个影片，他说好像是在19世纪的时候法国才有很多这种很标志性的大道，是有个叫做 Haussmann the Demolisher， 他把巴黎很多这种小小的窄的道路，很多的建筑物都推倒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这种种很多树的大道。但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也摧毁掉了很多巴黎之前，这就在19世纪以前的一些古迹啊、古建筑物。这边也是一个场馆，巴黎现在到处都看到这个奥运的主题色啊，然后都挡住了，其实也看不太到里面是什么。那应该就是某个场馆，伤兵院。只听它的名字，不会觉得它这么漂亮，好壮观哦、啊，这很像一个皇宫了。我觉得巴黎的建筑好像比意大利漂亮。我觉得有一个关键是它周围的广场跟大道都很宽阔，所以就会觉得这个建筑物更漂亮。And then you have the map relief museum, so it's a big museum. And then you will find the extraordinary cabinets. I can suggest you to start there. And then if you want to go there, work our way over there. And then the best for the hand, the museum of the tomb of Napoleon. We have two different spots, two different cafes. If you need a drink, during your walk.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Maxi. 这边有点像是我们意大利去那个威尼斯那个什么啊，那个总督馆。对，它总督宫它就是一个大 square， 然后有超多可以看的东西，拿破仑博物馆，然后那边全部都是那种军事武器，男生最喜欢看的，男生臭男生。然后这边过去还有那个拿破仑之墓，这边就只差那个监狱了，不然就只是总督宫。这边有公仔室哎、欸，那好像是在讲。当时是什么行军跟里面有哪一些队伍的不同的军人跟不同士兵。这边的展区是做的很有质感，这边主要就是路易十四跟拿破仑的展区。而且这里好大，我已经跟 Hook 走失了。 Hook 在哪里？这边很多小走廊。对啊，这边好大，而且好多小房间。这边还有展巨大的地图，一大块的地图，这边这一整区全部都是。景观设计系可以来这边毕业旅行。全部都是法国在各个时期的地图。拿破仑之墓在这边这里、非常大，这一周都有天使的雕像，非常的庄重。这个结构好像电玩游戏哦，要下去什么地下的墓地之类的。这里面一定有 boss。这里面就要开始要打 boss 了，就是从一楼看的样子。啊，这很像真的钱。拿破仑纪念币，好漂亮哦！这样一个要多少钱？两块。Hook 来这边是拍拿破仑特辑，然后他说他有一个那个波兰情妇的画像，网络上说馆藏在这里，但是我们没有找到。他说可以帮他去问一下这里有没有。Bonjour. Vous avez ça? Non. 他们这边真的没有哎，但网络上面馆藏说他们有。我们来到一个意大利餐厅，这边是意文跟法文。注意，你拍我，谁刚说不要拍的？干嘛？因为我看到他这个同时有意文跟法文，然后我这两个都看得懂一点。午餐，我们居然跑来吃意式。这边又是一个意大利餐厅，大多利亚意大利亚呐，感觉在法国也是很崇尚意大利料理。我们刚刚吃的那个意大利面，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不是意大利的比较好吃啊？我觉得像那个 carbonara， 我觉得 carbonara 是它一开始没有那么咸，但到最后面那个底部的时候也是有点腻，偏腻。我觉得意大利面其实吃起来差不多哎，但是披萨还没有，可能要试披萨比较好。对，披萨。路过一个漂亮的建筑物。家乐福来自法国，其实卡夫。我突然发现为什么叫家乐福了，因为它法文的发音是卡夫。我们又经过了一个诺，我觉得诺这个咖啡厅总是那种你走过去，然后就它最漂亮，装潢最漂亮就是它。好漂亮的一个咖啡厅哦！哇，这个有够美哎！你的这个衣服颜色跟这个好搭哦。你是 menu 本人哎？哇，但是蛮贵的，真蛮贵。阿姨买给你。好，那请我喝。不想努力了吧？不想努力了，阿姨不想努力了。我要 lemonade。阿姨的意式好喝吗？好喝，好喝，好喝。你的很难喝是不是？我没有说难喝，就是不合我胃口而已，沈瑞。好，不要再乱扣我帽子。
而且这是我付的。好喝好喝，免费的最好喝。路过一个教堂，这边的教堂也很漂亮。你在法国还是虔诚女吗？然后那个来巴黎逛 Uniqlo 合理吗？合理呀、啊。好，我们还吃台湾料理耶。好，那我们就 go。哇，有一些很，有一些对啊，有一些很法国的元素。我觉得这个可以买。对啊，这好可爱哦。这件是罗浮宫里面的狗狗哎，可爱。那我买这件，罗浮宫里面的狗狗。好，好可爱哦。嗯。然后因为我们这次也要吃米其林，所以我要买那个衬衫，它有一些台湾不常见的版型，像我觉得这种版型就在台湾运作好像没有，不会太看到。来这边是不是应该要买条纹的衣服？法国条纹啊，这是刻板印象，好像法国人很喜欢穿条纹。找一下条纹区。 Hi, excuse me. Yes. Do you guys have like a stripe section with like stripes t-shirt? Stripe t-shirt for men?From that, yeah. Yes, we are only this one. Okay. Oh, this is, yes. Oh, this is thinly striped, okay. Only this? Yes, only this one. Oh, okay. Cool, thank you. 好，法国人不常穿条纹。这边，我以为法国的 Uniqlo 会有一大区都是卖条纹的衣服。那看来这可能是只是刻板印象。我买了一个衬衫，一个白 T, 60欧。很贵，我当然也要63件束提。我们体验一下，这是舶来品，舶来品。卢森堡公园，非常庞大的一个园区，走进去看看。现在天气刚刚好，不会太热，不会太凉，舒服。法国的夏天，哇，真的好大哦！麦蒂奇的喷泉。哇。卢森堡公园，这个草皮是可以坐的吗？啊、哦，不是不能坐，但是可以围着这个草皮坐。然后它这里的椅子有这种可以移动的，然后也有 reclining chair, 好舒服哦。现在这种天气感觉就很适合，那在这里秀，坐着看天空，看花。我观察，而且这边有很多就是本地人，就不一定是观光客，就是感觉就是法国人就坐在这边。这边真的很大 ，GoPro 拍起来就是一片。平地很广很大的关系，所以可能有点拍不太出来它那个很壮观的感觉。后面也有很多种很多那种有哇，这个那是怎么种的啊？那个有裁剪过的很整齐的树，这个英文叫 hedge。中间还有一个池，小喷泉。这边好多人，大家都在这里 chill。那我之前看卢森堡的那个照片是好像有一个草皮可以坐在上面，放在哪里？这边卢森堡很有名的拍照景点，大家都是坐在这边，然后往那个方向拍，可以坐在草皮上面。哇，这里好舒服哦！天哪、啊，好漂亮！这两边的树都切得很整齐。哇，好棒哦！卢森堡公园，一瞬间就在这边待十几分钟，真的很舒服。现在太阳又出来了，大晴天。今天还有最后一站。是法国的万神殿。Okay, 法国版的万神殿，这个门口真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我觉得比起罗马的更华丽一点，它的柱子上面的那个雕刻的细节度啊，是应该是比较，因为比较近代做的关系吧，所以没有那么粗糙。然后它后面的那个圆顶啊，也比较精致，这边可能拍不到。万神殿下面有一区是 crypt, 也就是一些名人的墓地。哦、oh, ，Victor Hugo, 是雨果吗 ？Ray,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就像拉斐尔是葬在罗马的万神殿一样，这边也有葬了很多的名人伟人。这里就会写说他们的生平，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哦、oh.。伏尔泰，哦，这是卢梭。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认识蛮片面的，只知道他们是同期，然后好像彼此不是很喜欢彼此，有在吵架。但他们都是哲学家，然后也都跟启蒙运动有关。可能回去要再多查一下他们相关的介绍。这边回来万神殿的本殿，这边比起罗马万神殿真的是复杂比较多的一个结构。
因为它的圆顶就有好几个，不像是它是只有一个哦。主要的圆顶在那一边。哦，这里有一个迷你万神殿，它后面的圆顶是这样，有点像一个楼塔凸出来的。这边是 The Glory of 什么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这个最中间是国民公会的一个雕刻，它上面写那个自由的活着，或是死亡。这个是主要的那个塔的圆顶，然后上面也悬吊了一个称重，在这边，在这里放哎。这边这里写 "To the heroes unknown and martyrs that's ignored, who died for France"， 纪念着各式各样的英雄、伟人，还有法国重要的时刻的一个万神殿。那我们在巴黎的第二天，差不多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明天见，拜拜。最后补记今天的晚餐，这是在民宿旁边，超级划算、超级大份的可丽饼。这样子才十欧，里面满满的肉跟起司，是这家 Au Petit Clap， 推推，好吃又便宜。